家好，我是白丁。今天的是一根老笔，应该是属于库存笔吧。那个英雄的261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最近挺想买一个那个细，就比较细的那种笔。就因为我看很多老的笔，它都是非常细的那种感觉。我突然想拥有一支这样子的笔，就那感觉很怎么讲呢？就是说那种书写感受，想。这种笔我觉得有时候更适合拿来书写，因为就细细一根嘛，这样反正比起那种粗那种适合签名这样子用。然后整根笔，反正这根它是说那个是那个赛璐珞的一个笔杆嘛，但这里看有点，你看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，反正就不是很平这样子。然后这个不是我想要的那个颜色，但是其他颜色没有了，但像它的这种颜色嘛，对吧，都这种金色，或者是说这种就有点脱度了，或者是电镀的吧，就反正就质量肯定是没那么好了。但它这个颜色就老的那种颜色，它更天然，就比起新的那些产品的话，就新的笔它的颜色更天然一点。我觉得这种颜色其实它颜色其实我更喜欢老的，但是像结构什么我更喜欢新的这样子。好，那个我们先那个看一下尺寸有多少吧。首先尺寸上面它对老笔好像都是比较小比较细的，然后再下来这个是 13.5mm 左右，然后书写上来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 OK 的。书写的话我看一下，因为这种笔我也没有拆过，我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是拔了怎么样，先应该转出来的，对，然后先这样子吧。好吧，好像是真的是拔出来，等一下我试一下，可能笔真的比较老了。对，拔出来了，不好意思哈，真的没怎么买过这种笔，头一次试这样子。然后整个这个，但这个塑料感觉真的不是很舒适，说实话就很硬，就硬橡胶嘛，是，但是我觉得当时用的材料其实都是还是不错的，因为能保存到现在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质量的。然后笔尖上面这种颜色，还有它那整个感觉嘛，对吧？就怎么讲呢，跟现代那种工艺感不太一样，就真的应该是很多都很占据很多部分都是一个人手操作嘛，我觉得不像现在很多都是那种自动化生产，然后人手大部分只需要那个组装的部分。然后这个扭，反正就扭出来，反正整根笔的话应该舒适度肯定是够的，重量来讲就是会变成什么，这块很轻，这块比较重，那所以说我直接放的时候它会整个就是会往后靠这样子一种感觉。另外一个的话是这样，我看一下，打开一下看一下，然后都是好像老师都这样子一种吸墨器，对，都是这样一种胶囊这样子。它其实这种我挺喜欢的，因为这种真的是比较实用，但刚刚好像对，但这个而且比较就是说拿起来，但小心有点刮手。其实国产这种我比较喜欢用，捏一捏，洗笔也好洗，对，吸墨也好吸，因为有时候也真的你说这么大的一个储墨量嘛，对吧？其实也怎么说多上几次差别不是很大了，我觉得。然后再下来先把这个我先吸一下墨吧，这个反正就是它吸墨反正肯定不算是会不会特别好吸这样子了，反正我就吸一下吧，那个看一下，OK 我反正正常多按几下，但是我等会还要洗笔，所以说我不想多弄几下这样子。反正还 OK， 我看一下啊，点一下啊，对，能点就可以了呗，反正就这样子。然后下来把这个先，但它用料对还是挺够的，我觉得它用料还是非常非常硬，就整个你看这个它用料，我觉得早期的东西其实它用料真的比现在足啊，但是这金环什么的你看就跑位了，跑位了，好吧。但这个反正就有不够直什么的，有些工艺的问题我觉得，但然后这里好像应该是可以的吧，可以这么用的吧，但还算了吧。然后我拿一下纸，我看一下纸去哪里。这，然后这样子，拿一下纸，然后写一下这一根是英雄的，对吧？那我就开始写一下，看一下那书写感受怎么样。说实话，没有之前那根绿色那个长江的那根笔好。英雄的应该都说早期的应该是还是很硬的，它这，但现在好像
好像近代了还怎么样，就是没有那么硬了，是怎么回事？但细肯定挺细的，这根笔反正我拿起来就感觉非常细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，对，其实重压还是可以的，重压你看还是有粗细变化的。再写一遍吧。对，但是那个书写感受其实，跟试过这么多的笔来讲，一般般，不算很出众这样子，还好。毕竟现代东西它比较新嘛，就是滑顺度什么的肯定没法比，我觉得是。但而且控制性也没那么高，毕竟时代久远嘛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失为一支好笔，反正就还 OK 了这样子。你说，但粗细上面来讲，反正就差不多。好像老笔，反正一个粗细的话，基本上都是 F 键，反正你看粗细也没差。其实，试这么久的笔嘛，我觉得真的有粗细差，真的粗细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其实我觉得还，我个人觉得一般般，不是那么重要。这样子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哎呀。好，那个我们继续。我觉得粗细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了，所以就，但整根笔其实重量一般般，不算特别重，也不能说它很轻这样子。反正拿起来就有那是有那种鼓的味道，但是魅力反正还是 OK 了。但这个我不太懂，它这个弯进去有什么用？我是跟派克一样吗？然后就 Hero 这有一个 Hero 这个字，上面反正这些其实这种圆顶什么的，就这种感觉其实真的很漂亮，这种中古的感觉，这种金色就这种贴金薄的感觉嘛，可以这么去理解吗？反正还行，整根笔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，我觉得。但是如果这些人弄直，其实还可以。但是你说拿出去用，应该不会，顶多放在家里面这样看一看。但当然，这根如果是我，肯定还是捐出去的这样子。当然就感受一下，就是说老的笔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但我觉得很拼人品的，就是说一根，就是说有没有一根好的，但重量还是挺重的这样子，我觉得分量感够，肯定够的。好，那一个今天的那个评测视频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，好，谢谢大家。